翅膀飞向天空，我们是最棒的恐龙探险队，高高高高大一诺探险队快出动，高高高高探险队，我们是最棒的团队，高高高高棒棒龙恐龙探险队，耶！快去听听看它是什么化石吧。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化石。今天的化石就是噔噔孔象了。孔象是一种古代大象，跟现在的大象不同的是，它的鼻子长得短而粗，身长有7米，体重有13吨。哇，体重居然有13吨，真的好大呀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想看什么恐龙呀？我们今天想去看孔象。是吗？想看就快到乌噜噜星球来吧。嗯，知道了。朋友们早上好。你好，韦斯。我们今天也跟斯皮诺一起去探险吧。好，帮帮龙探险队出发。韦斯，今天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啊？还能是谁呀？嗯，马贝，不是年纪小却很努力。洛奇的声音好奇怪。哎，对啊，不可以用原来的声音吗？年纪小却很努力，一季中间的霸王龙星帮帮龙洛奇，叫我洛奇就好。对啊，这样才像洛奇嘛。你刚刚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那样好像更帅。洛奇，你这样已经足够帅了，现在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孔象了吗？可以呀，大家跟我来吧。哇，我看到真正的孔象了，但它们看起来不大呀。因为它们还是孔象宝宝呢。这儿附近应该有比它们大很多的成年雌孔象。成年雌孔象？没有成年雄孔象吗？因为孔象本来就是由成年雌孔象们带着孩子们过群体生活的，就跟大象一样。真的？真的吗，韦斯？嗯，没错。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你们看，它们的耳朵前后晃来晃去的，真的跟大象好像啊，好可爱。哦，洛奇，你看那边那只小孔象，为什么一直那样看着我们呀？他会不会是哪里不舒服？应该不是不舒服，他大概是在照看着弟弟妹妹。咦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是四剑虎。这些孔象们还太小了，恐怕会有危险，我们得过去帮他们。走吧，洛奇。等一下，维斯哥哥，站在最前面的那只小熊孔象好像要上去应战。它看起来还很小啊。不会，它身体比其他小孔象要大呢。刚刚一起玩的时候，它也一直在看着其他孔象宝宝，它应该可以对付的。我们再看看吧。维斯，怎么办呢？不能等了，过去吧。啊，看起来身形最大的孔象是首领吗？是这个孔象群里面年纪最大、经验最丰富的孔象奶奶。真的吗？是奶奶呀？
他们现在还受孔象奶奶的保护，应该都还是孔象宝宝呢，洛奇。是吗？可是……那我们现在回去吧。咦，韦斯哥哥，你看那边。嗯，是刚刚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只小孔象吗？对呀，它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看起来像是迷路了。那我们带它回去孔象群吧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它想尝试从孔象群独立出来。独立？嗯，雄性孔象长到一定的年纪之后，就要离开妈妈，离开孔象群，开始独立生活。洛奇，你刚刚也看到孔象奶奶在保护它呀。但是刚刚四剑虎逃走之后，其他的小熊孔象都回到妈妈身边了，只有这只小熊孔象没跟着孔象群。那好，我们再跟一会儿，看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带它回孔象群吧。我赞成。他在干什么呢？我想他是在找回家的路。韦斯刚刚说的没错，也有可能是在找食物啊。你们没看到他在用鼻子闻着味道吗？你们看，他找到果实吃着呢。要独自生活必须会找食物。嗯，我们再观察一会儿吧。可能是想留下记号，这样孔象奶奶或者其他成年孔象看到的话就会找过来了。哦，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呢。但它看起来更像在洗沙子澡啊。嘿，它自己要去哪呢？会不会跟洛奇说的一样，在找以后独立生活的地方？他还洗起淤泥澡来了，好像完全没想着要回家。韦斯哥哥，我们回去帮帮龙基地吧，感觉他自己也没什么问题。嗯，那我们回去。他陷进泥沼里了，一直都会下沉得更快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叫你出来。射击。奇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只孔象确实有能力离开群体独立生活了，我也向你学习了呢。嘿嘿，谢谢韦斯哥哥。好，那今天就让洛奇给你们发孔象贴纸吧。真的吗？我可以派发吗？当然了。哇，太棒了。
谢你，洛奇，今天你是最棒的。洛奇给的贴纸好像特别好看呢。当然了，因为我呀是年纪小却很努力、意气冲天的霸王龙星帮帮了洛奇呀。没事吧，洛奇？我没事。洛奇，你小心一点。上下来，凶猛的肉食动物。